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叔。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不当 YouTuber 了，我要停止拍片。谢谢各位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对拍片已经渐渐失去热情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？可能是因为已经没办法再衍生出更多的好的作品给大家看了。因为我的初衷是想说，我拍片是为了娱乐，让大家开心，然后我自己也有成就感。因为剪完一部片，我就有成就感，也蛮开心。不管过程是累，还是伤心、难过，还是快乐、开心，我过程中那些都是不享受的，而是享受结尾。但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拍片，到现在已经渐渐的失去这种信心与热情，还有这种坚持的各位观众，我们的订阅数上升的比例非常的慢，我们的观看次数也没有说特别的突出，也就是大概一个月提升一观看，然后订阅人数可能是一个月提升一位订阅，甚至更低，零位，甚至还有人退订。没错，各位观众。我不是那种追求订阅数跟观看次数的 YouTuber， 但是这多少还是会让我一点点的在意，各位观众。所以再见，各位观众。我知道很多观众都会鼓励我，甚至有我在学校的同学或者是我的朋友之类的，还有我的家人，谢谢你们鼓励我。但是我要放弃拍片，放弃经营我的 YouTuber。那谢谢各位观众这些年来的支持跟鼓励。那也跟你们说声抱歉，那我就不干了。各位观众，愚人节快乐！各位观众，愚人节快乐！各位观众，我当然还是会继续拍片啊，只不过这边有一个消息需要跟大家讲，也就是呢，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现在我要讲的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虽然是愚人节，但不是开玩笑，前面都是开玩笑。就是我前几天在删我的词典的时候，就是清理我电脑容量，不小心把我地图档。极限生存地图档，跟我其他的地图跑酷，还有我自己在生存的地图全部都删掉，也就是说记录没了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各位观众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愚人节计划，但各位观众，我不会就此放弃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要重新再站起来，我们不会放弃，知道吗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接下来所要拍的是。原味生存版本选择最新 1.15.2， 但是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我已经很久没玩 Minecraft， 对现在 1.15.2 版本所有的东西都不熟，这边还请各位观众帮帮我们，谢谢。之前极限生存呢是 1.12， 那时候是因为我版本 1.15 最新版本坏掉，但现在我修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拍我们的单人游戏，然后生存。来吧，各位观众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不小心删除的地图全没了，各位观众。唉，但是我们会拍原味生存，请大家敬请期待，谢谢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